亡。不要以为放少是无益的，点滴皆是因果。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但是的刚才的送去的这些地方里啊那么做连接做漂亮的了各式各样
因为这里米塞差别几个团的，今天就是长毛路的差别，结果出来个来了，直接下，就就是革命都，俺们的，俺们的，俺们不是就好了，但因为就做的差别几个团的没用吧，但是俺做就就买不起来，买不赢上，差别几个团的长毛路的。那么现在也别些团嘛，体力啊，经常做，他别些没有重视的，他，特别是南昌人，现在我都不亲密了。兄弟干部是不是就算了？我组织就是兄弟间呢，也不是革命多。那些兄弟啊的呀，那退休时代没有人就算了，兄弟啊个子，其他的些兄弟啊嘛的呢，那别些什么些呢，这些嘛从啥时候抢走了吧？那你这些人的我说这些土壤面不行就算了。但是这些人现在的做这干部呗他不用他烟能用他不用他烟给但哪老呢送这边工作成熟的事给别人不这样那就各等班的嘛就各等班的嘛具体不对但学校的电影不来但我让东西哎那这成就什么光呗成就什么你们连本银是需要嘛这一笔的呀成就什么我不要了插件好了反正唱的也有熟悉本来那么那我呢这餐厅忙不休息工作呢那你成就什么的这位却忙不起需要国家充不来，俺当然先代表他给做举办，那这个的区别是的是，农业呢，那书记真的在，俺这边就，俺单独提讲了呀，俺那个，他说说那么多就三两张，都说那么些三两张都很少的，但这边，老局长和些人呀，你就忙不起就举起。那你就刚才忙不起拆迁，那刚才忙不起拆迁就是退休拿了去，刚才拆别穷人不拿了了呀。说是说我们当，俺那厂里的公关啊，那个忙不起用的个秘书去，加上退休各店的店呢，进不进不，俺那这泉州个什么，我们啊团建当。차기엔데서좀되게예를들어서진짜지금은다마지준비지수초도수야인首先呢要问候大家今天呢大家来到这里参加的是秋季课程当中的第一天非常的欢迎在座的每一位那这一次的课程呢不会有这个经典发给大家其实每一个人要发一本也蛮困难同时如果要按照经典来讲的话可能也没有时间将它讲完了所以比方说等于是但他手上有一本经典但各位是没有啊那但像上一次来讲的话讲宝曼集但那时候就因为太长了没有办法把它讲完那这样子会不太安心所以这一次呢就尽量的来没有特别一个经典但是来为各位讲这样一个课程最主要这一次的课程呢是按照了冈波巴大师所写的道次第也就是解脱庄严宝论当中的有关世俗菩提心如何升起这样一念心的这些方法同时呢这当中也包含了过去噶当派的这些祖师们他们的这些传承跟教法那会教这一次课程并不是说我自己很有菩提心或者菩提心修得很好并不是但是呢自己却有一些些这种菩提心的条件或者说一些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去很有福气的能够跟随许多位的上师们跟随他们听闻了很多有关菩提心的教法同时呢也学到了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些内容也得到了这些口传在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自己的福气或者是幸运吧这二十回顾自己的二十多年来的确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跟许多的挫折但这一些呢都是我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我练习忍辱让我练习菩提心所以可以说是以上的这些恩德所以在这一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点菩提心的这些内容
제간부가안에토마르지에가서다그유기담바마슈비무엔다그유기담바소마르미래레벤제네지그유기담바마슈비니엘레무엘리아안에가담벌가담르슈네가담을춘망부냠레나나임레제장气空气粘线那边粘线能力那样米勒那区别恰恰是不是当然当那除了除了这些区别各种的当然你那松节都粘出来的那这边也没就算空气的区别的了各种出境这些等等才能把重音不得这样那제간부바당안공기지타고요거유대단지가담번접으시다차내게붙이래那冈波巴大师在他最开始还没有接触这个噶举的教法，意思就是在他还没有亲见到密勒日巴尊者之前呢，他首先接触的是噶当派的这一些教法。所以在之后看到这个冈波巴大师他整个的传承，他的修持呢，都包含了有最主要是噶举派的大手印，同时呢也有阿底夏尊者传来的噶当派的教法，所以可以说是这两个双运的一种修持。因此呢，他有他的传承跟修持法有一个名称叫做噶当派与大手印如同河流一条河流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双运的修持法。所以可以说冈波巴大师本身还有他之后所成立的达波噶举呢，都有这个噶当派的传承在当中的。근데네다보는것이규번생긴게다로마조제로마조슈로마개체외체아니까마가군지나무슈는정말로아니까마감상기댐베수연제규숨겸바규숨겸바된다보는것이만제제네지그규기当然就是没修为空了然后他们要修起给了新年前不下来的冠军了等等落出人家他们的三种那么他那些初中的新兵冠军来几篇不记得他们就去了没三种也不行等等一下来之后呢，冈波巴大师也就是达波仁波切，他最主要的弟子或者可以说是接续他的法脉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持有者，我们可以说就是第一世大宝法王杜松前巴，而由他呢又开始了伽玛冈仓的这样的一个传承。那第一世的这个大宝法王呢，他自己在还没有接触到噶举派，就是还没有见到达波仁波切冈波巴大师之前，他也依止了大善之士叫夏拉瓦这位大师呢有六年的时间，而且学习到了噶当派里面这些修心的这些个教法。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冈仓噶举第一世法王这样的传承来看，也跟这个噶当派有着很深的过去的因缘的。这样的噶玛布古吉当我推送给吧这样的噶玛布古吉人权那呢但是你的他妈给谁的阿姨被身体那么不公正给别在下吧那工作成熟的生给别提电影不得但第一个举报的那么不公正人就那么有些那他的年龄就去不能行哪里呢提你穿了龙脊梁可是龙脊梁不得龙但提的钱比那他提他那么가슴들라마다자신망부군주니에에네치망부니아고급중송그래서등기쉬우는신에런이전주그쌤어런이전주그쌤에다공개는냠내버태수아동양카보레에대이내야전주그쌤고명하게차기에상분좀대회에坚定经营上成立于人都提军生带来的也是马上成就生活了给这些病呢
아니아지시리지가르세고아타가백그라운드소마경종으로된데이데이데所以看到，第一是道宝法王传承下来之后，历代的这个噶玛巴法王传承。那这一次的讲课的主要法王依据的经典，就是第八世道宝法王所写的一个有关修持世俗菩提心的这样一个教授法门。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第一世传下来到第八世，也就是这一次用的这个经典。那么就法王个人来说，他得到过这个的口传，这个经典的口传。那就这个教授来说呢，过去也跟随过许多的大师们，跟随他们也得到了这个相关的菩提心的这些教法。但是呢，就像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这并不是说我就能够算是一个修持菩提心的行者，并不是的，而是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因为能够接触学习到这么多菩提心的教法，能够具备了这些的顺缘，能够修持菩提心。所以带着这样的心，在这一次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菩提心的教法。安达那些아니경주마개시에왜그리래야지에나강편편으로지와이삼바삼비지다소소리친이스게면에나상계대신수만남리야순대로치해나는신에에아니경주지렌듀바탐지에기리네야다가수에아주대바를지원해가수다마치에다가대바옆에경계하네세상지난주에이내야다가랑내그린지부자자대여세상지난주그린지주이내야이라곰채다강편편을지원해용보쇼스테몰라로지원해다마시아래도마도다내야보지시에신그래에는디지난가수다아버지시에심지에는지금다잡으러지금그릇을사는데다뽑아서개민도나이내나들이지모남들지세타고모남들지도시인这一次的课程呢，法王说他真的是希望能够对各位起到一些帮助。虽然说自己并不真正的具备德恨，但是呢，在这里也祈求尽力的祈求佛菩萨们的这样一个加持，希望真正能够利益到各位。尤其呢，看到这一次在座的每一位呢，可以说我们都是已经认识了的，也都结下了这个法缘的了，而且各位呢对我的恩德是这么的大，所以这一次呢课程我是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尽力的希望对各位有一些帮助而给予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我并不是说啊我很会讲，然后特别要安排这个课程要大家来听，我也没有这种我会讲得很好的这样的信心跟勇气，我并不是这样的。他这两年里啊什么些功力啊是这样的다들이야또는상계좀된대기최만대유뉴스안에뉴제왕비를받아서받쳐대유我们的导师呢，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当他说法的时候，他都是按照了弟子们的根器的不同呢，而给予不同的这些教法。那吕杰人吧，咱们这里啊，这送下边确定那边那这都这些那两年前啊那么几人不及那就是把那些钱那你们就那么几人不及有些王辈人不及成功了就恰上了不及那就那么几人不及那么几人不恰上了就那些那么几人不及就要来死那地拿了来啊那就给我送去那地拿了做做的那看啥的人不送的也要钱拿去那给我钱不基本真基本重视些他落叶人不送给我们切切完了是所以这些丰富的佛陀他针对不同根器的弟子们讲说的这些丰富的法教呢，之后阿底峡尊者将这所有的上根下中器的这些法教的内容呢，将它合一结合起来做成了这样一个修持的道次第。所以你可以看到阿底峡尊者的道次第的修持法当中呢，它包含了上中下根器的所有行者的修持方式。那在这个道次第当中呢，最主要
要是针对三类修行者，也就是叫上士夫、中士夫跟下士夫。而为什么会有这上中下的分类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弟子的心性跟弟子的根器的不同而做这样的分类。嗯，对了，这大前辈呢，俺们吉布斯的，甚至藏罗里啊，吉布斯啊，等诸位长，民诸位长，但一年啊。Lijar ke lea, jibu ke dua senanda tu. Lijar ke atau lea, jibu sahaja lea. Purush semua macam itu. Purush sahaja tuan dalih, tuan de, ane tu. Purush sahaja tuan cewa tang, tuan cewa, cewa cewa tang, ane nuba, nuba. Dengar macam ni, jauh orang. Cezang, kau di lea.地屯大的连什么东西做过屯大的什么东西那这起码偏去给屯住女娃的连边那几乎是马都这起码偏去给那他说的这暖了这起码偏去他说的这天起码偏去给屯住边女娃连边的几乎是连各地几乎是不是屯大做过在屯大的呀，什么当成，人基本上才有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士夫哦。那么其实可以说呢，每一个众生他都可以被称为叫做士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梵文当中，梵文的士夫这个词它叫 gurush。那这个词它的意义来讲是什么呢？它有能力，能够承办，能够作用，它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提到说三种士夫的时候的士夫，我们要理解为所谓的士夫呢，就是说他有能力能够承办后世的利益者，就是他能够完成承办说他未来后世的这样一个利益者，所以这个就被称为叫士夫。那我们这些人用的是吧，讲究的在康沙贝胡子山的吉布斯的米兰什么东西米苏皮多少但你呢啊第三季做哪路来呀呗这起码呢没事他说的一切免给这起码呢一切免给你呢啊这大的季做哪路来呀偏低强化情绪变得季季做哪路休息主义的要的免康住拉不得住呢预不得住的呀教书这这些情绪变得要的这大的就没买了也是呢这就是没钱的给他说我买了也是难过嘴，这些事情都是啥？俺那这些就是啥呢？密码的是给我们了吧？就是密的说，但密码的是要我们的。俺就是那些的啊，给鸡蛋基本说啥的，鸡蛋给你们一把。但俺他这基本啥的，给我们一年这俺个就是这过点不就面着？但听说俺们这基本是就是俺老三这过门多，这些人他可多些呢，破胳膊了就收面着，他破胳膊。那破胳膊是不好的噻，南北的，那如果你现在破胳膊都干了啥呢？那趁第一个，俺那就拼错，就同个，得了呀，南北破胳膊重要嘛是，南北破胳膊的，给我起码偏去的，全就同个，得了呀，俺那胳膊缺个啥呢？俺说这胳膊缺了就啥器械吧，破胳膊，我那啥的。叫我起码平时团住同街的嘞，俺那破胳膊是要的，这咱的各地里啊，几乎是啊，就当个名字没吧。没哪能讲白，打就看白给了就破瓦噻，这些个老大，对不对？反正就软弹性不硬硬，哎那就胳膊硬硬，打真的就够要的。这样就趁第一个，他说的，白蛟龙就苦住不起同街，真的嘞啊，你全部学不就业的不低。对，俺破胳膊嘛的是，破胳膊是叫俺起码偏去个团住同根，偏得住同根，俺得连破胳膊是个啥的。
所以呢，刚刚讲到这个士夫，他的定义可以说，也就是有能力来承办他来生后世的利益的这样的人呢，称为叫做士夫。所以就可能就有人会问了，所以说士夫三种士夫可以说就三种类型的人呢，那么这些都必须是要能够利益来生才算在里面嘛？那就有人问说，那许多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你会看到很多人，其实他们不相信有来世，他们不相信有轮回，但是这些人也是好人，他们对这个社会也好，他们只在他今生当中对社会对世界也做了许多的奉献，或者说社会的公益，譬如说建学校等等的，办教育等等。那难道说这些人就不能算在三种士夫，不能算在这个叫做人吗？就不算是人了吗？那这里的回答法王是提到说，并不是这么说的，就说他们还是人，而且是很好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谈到佛教会用的三种士夫，并不是指一般的人了。那就像刚刚解释说，这里的士夫他是有这种大的勇气，而且他有这种能力，他能够承办来世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所以在佛教会特别强调士夫他不是今生很厉害，譬如说如果一个人他今生很会赚钱，过的生活很好很厉害，但他不可以称为叫士夫，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真正这里会提到的三种士夫，用的士夫呢，指的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勇者，而且他很厉害，他能够真正承办他来世的这样的利益者。落了三米是越越把银子去了什么是面子落了呀三米是越把银子说难心这基不起中是基不清清楚楚是啊的提不起中是啊的做的旅行落叶就别忘记落叶就不什么了就落叶的女吧是不是就别忘记把这下把银子了嘛到大地就其中是就这样提不起中是就这样这就原点其中原点别说了俺那这基部区中是都在那个他说他这一天这国色方面也得别说这种意思嘛的俺那大家不是提拔是了就算了就是提拔是就算了他说这家伙也挺好就是提拔是就算了他的那就算了他把这些印记给了呀这是了我们的说 responsibility 什么给苦度嘛他Nyerang ki jibu tizu ta bazi rengi rang chengchu karsu ta zhubya zang genkur tu yo are ta rengi gota piya ra wajit ni jeng genkur tu yo are ta chengchu sabas tu sana rang ta nangkwa da nyabe simjian tangche ki ten zhubya la ta genkur pya ba kur suya ba ta tindi jige ta kansa chi li ya bazi ta chengchu sabas tu sana但这样落也是别忘给他下过来都没到但落了也别第一个他说南三里啊他说看南都过去三路马当前俺去落呢就提拔钱博士啊就钱博钱博士啊就这个这个这个钱博钱博士啊但俺呢他说的提拔钱博钱博士就是他们的这个人心的话他说的这说说这个钱博士哪里下的啊小吧这样的这种瑞士总督是但他那些天涯别跟那蓝姐人别忘了说明呢看啥个落得别哪怕的哪怕的这就是 improve 那当不就说说来就说让对来上不起来当没心给这个人他当不念就说说让对可能说说就我那是呢我大可能是比古月的哈就过等那个里其实是先对就古月的几哈火等那些人就算呢说说他南极被生的亚界侵入就算了古龙什么的他什么的亚界作用就算了三百的亚界作用就算了可立可立即他说他南华的年被生下他们这个全切片片切碎吧等等这个他落下了样我就住不了他等等这个等等就算第二个他说他成了这个特别其中下的他可能说他那然后就现在嘛说这个落叶的，但可能那破树里就这个地人不着急，人不蛮多的。对了，俺说就提拔起就是就高高瘦瘦的姐姐，俺提拔起不你这，提拔群群你这三十岁，这小啥的，这干来好不了。反正俺说就拉不着去，亲民的，俺当不拉不着去我的亲，俺今年也被拉不着这个亲，你
가서 돈을 넣는데 뭐 친세. 나들이 매일 매일 양조하시래도 와. 나들이 디디디 수지 가서 나들이 디디디 삼당과대 계속 있어. 就像刚刚提到说有分为三种师父等等不同的教法，但是呢过去的噶当派的一位善知识叫种敦巴大师呢，他曾经说过，他说法没有深浅的差别，差别在于我们的心有深浅的差别哦。所以当我们譬如看到说有三种师父也好，或者说三乘的佛教也好，那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心性根器的差别，而因此它会有这么多的教法跟分类出现。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不懂的话，我们一听到哦，大乘好像他就比较厉害，他就比这个小乘有功德有力量，或者一看到说哦，三种士夫大中小的士夫，好像是一种阶级，一种这种人的阶级的分类哦，其实并不是的。譬如说讲到我们说三乘的乘的时候，乘呢它的意思是抬，它能够承载，它能够运，它能够承载这些东西，用中文来说就是一种责任。那可以说呢，什么叫小乘的行者、二乘的行者，就是他能够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利益他自己。而更进一步到了菩萨乘的行者、大乘的行者，是指他有更多的这种承载的能力，他能够利益众生的这种大业，他都能够行持。所以这样解释你就知道说哦，其实佛法它没有深浅的差别，而是在于我们心性的不同。但是有的时候不了解这一点，我们没有向内来看自己的修持，而是向外去做比较的时候，就会有啊大乘或者是更殊胜的，比大更大的殊胜，好像就觉得越大越了不起，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同时另外一方面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次第三种士夫呢？这其实是一个人他修持的一种进展，他的一种成熟的一个进展。那么就好像最开始一个人修持的时候，他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好好照顾好自己，利益到自己，慢慢慢慢的呢，他更加的进步，更加的成熟，他知道说利益他人也很重要，并且去利益更多的人。所以可以看到是他心性的一种进展，他的心，他的这种热忱，他的诚心善心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慢慢最后他能够利益到的是尽虚空的一切的众生。所以当我们在听到大小乘也好，它是指我们心性的教法的不同，而并不是说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并不是。所以举个例子来说呢，就好像可以说就像是上学一样，小乘大乘就像是从小学读到了中学，读到了大学是一样的。他在忙不下下忙不下大把熊过来了，这些像比赛高赛的那就上了这扎年旁边数着几年啊，台湾对吧，当那东岸面对吧用不了。但是没当群主没呢，他没得群主要没个他不记得台湾结束的九点几的没给我理他说他东岸的阅读情绪也没用不了。但是那一句啥呢，他这样就地图用吧，地图给错也吧。一句啥呢，那个地图里啊弄人去要呢，但地图给错也没啥的不记得地图给错也没啥的，看他这西北也没这土地够了吧，地图给错啊西北西北军队也很扛杀了金币呢，那他地图给错也没得得没呢，那边杀到这儿这里啊不记得地图给错用多可不嘛嘞。这里就是他西北军队给扛杀的了呀，树那就告诉我就读不通过读书年给哪里啊诵读啊，这就三个字。总的来说呢，我们说无论是我们喜欢的人，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的那些敌人也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也都是说想要得到快乐，而且呢他们也都想要离开痛苦，这是一样的。或者从我们身为人跟我们在跟动物来做比较的时候，也会看到其实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想要得到快乐，不想要痛苦。所以这里要说的就是我们都有这种苦乐的一种感受啊，都会要面对这个苦乐，都有苦乐的感受。所以讲到一个人他是有感知能力的时候，这就会谈到牵引出一个主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心事的这个事情。所以说
我们说一个人他有，就说是有心事的话，那他才会有这种苦乐的感受。所以同样，如果像山河大地这些石头草树，他们是没有心事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这样苦乐的感受。所以在最开始我们这里要首先要说的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些有心事有感受的这些众生，我们首先要想说，在这些有心事的众生当中，谁在受苦，或者谁在经历这些伤害或者是挫折等等。这样的西北军队的西北军队三年战斗西北军队三年战斗要学来的西北军队刚才你刚才的你电影里面三个的甚至你下个前面这个三个前这个甚至前这样啊那三个的距离也得被西北铁了呀啊那一些是哎甚至距离也被西北铁了呀那些是所以在这里我们讨论的呢，就是有心续者或者说有心相续的人，就是有心有感受心续者。那么在这样的人当中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佛，一种是众生，就是有心续者可以分为佛跟众生。那么在佛来说，佛的心中他具备的这个心续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本质或者叫智慧。而众生具备的心是什么呢？是就是一般的心事，有这两种。三个距离也不得西北的，甚至距离也不得西北的。现在俺们这里一些是，这里那些是，那块军政看来，国土的样的，那边那到军政土生的不是，但俺就觉得写的呀，在我东边上的，把这土用面罩送到去就上，但得了呀，土当肯定，土当肯定是那边呢，俺们三个是都肯定是的，三个是就是啥呢？俺那，都不就这些病呢？俺老年动啊，也狂了呀！俺那家，他说的，家里啊，全白，不得，过他们家的话嘞。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谈到佛也好，众生也好，都有心。但是，为什么说佛的心称为叫智慧，而众生的心就是叫心事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那法王说，最主要它的原因哦，差别的原因，可能就是在这个刚刚谈到说苦乐的这样的一种感知当中哦。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呢，我们说什么是佛？我们先谈谈佛。简单来说呢，佛陀他可以就是我们在2500年前诞生在印度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等于也就是他中国说的先呢，他的积累一些了，西北应该应该了，积累一些了，积累那些了，我阿弟，可能我做的啥，老年动啊，也可能我做多少，这个来多少呢？那三个国等不得，国等不得的，但我俺做几个嘞？国内的他说的俺说那些旁边有阿的。当然是自动切割，但看到可能给去出门什么的，在地里要的、不要的、仓库要的、经常市场要的，真的。但是别他说，可能他说这，这点人心可能不得，你试一下，这个东西东西就试一下，但这个东西东西，但这个东西的人心建议吧，但地里边他说是。折头三两张多，得了头头个短三两张多，那不得劲。他说，他这样他说，他那时候我买着的，这个那些个冬天菜我去肯定是用过多，但冬天啥的，他就贵重了，全部不打。俺就贵重办不了点呢，贵重办了，俺这个南瓜都切割不打，俺那个南瓜都切不点，但过吧，脱不掉不了，是不是？那个。你住的，那你别去那光光那，这娘们儿难些，那你别去天元就啥呢？但三个啥子全部来是，三个啥差别没得是，三个是就啥呢？他过得不就下边那个，不就好过是？难道这个买着他就好全部过是？那我买着他，他别这他说个好过去，你住屋内可能没得，那天下边好全部过去，他那俺就去，可能辛苦不了，他就没得目标往去，就那么拿手机，他说的。
지간다동해가를래되는연구여봐대화가를래되는연구여봐하마와잔대하마오디아니에다동해영화기내가제대기여다내가제대기여다대화영화내가제대대대기여다시투야민도가너를쉬어리도가这现在就说随便洗不就便那玩意儿咋子当年洗不就电话用啊这玩意儿十几月送送的钱呢他们的脸可以就动眼全部洗不就给嘛多啊然后开始大家把这大家说但是动眼嘛不行嘛多就没得别说起来啊他们的脸地基洗不就用的啊这些多啊但一年啊就是电话卡的电影用过动眼卡的电影用过哈口用嘛这样三个的哈口的这样哈全部搞一下那三个是都哈空间俺哈欠不够啊，什么的，他这就什么的，他现在就这里啊，反正那五也是嘞。所以谈到说佛跟众生有这样智慧跟心识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刚刚说可以透过一个故事我们知道说到底这个差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刚刚谈到的说在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他诞生的那个时刻，因为他对这个苦乐真理的这样一个了解，所以慢慢就有这里所谓的智慧跟本质的差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的一生他的故事来看的时候，最开始其实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有父母亲，他有太太，有孩子，他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但是呢慢慢他走上了这样一个解脱之道，因为他看到说世间的情况他都是苦的一个自性，他就是生老病死这样一个苦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一直在思维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出离，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到解脱。所以他问自己说那怎么样可以出离这样子的生老病死的苦呢？那最主要这些苦的因是什么？他接着知道说这就是极地。那么了解了烦恼是这些痛苦的因之后，他就想说那我要如何解脱这些烦恼，就需要有道地。那么有了道，有了修持的方法，他就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解脱。所以透过他这样一个思维，同时呢佛陀也这样子实际的修持，最后他成就了这个圆满的佛果。那么其实所谓的成佛，仿佛说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可以说佛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了知者，或者我们说叫彻悟者，他是一个大彻大悟完全了知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说他大彻大悟完全了知呢？因为他完全知道了这样一个苦集灭道的情况，而我们却并不知道，我们还在这样的痛苦跟烦恼中。而我们因为自己的烦恼跟愚痴，我们不知道说痛苦到底从哪里出生，而且烦恼从哪里出生，如何消除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众生的不同就在于说我们有这样的无明不知道，所以我们可能好像想要做的是得到快乐的事，但却招致的是各种的痛苦，或者有的时候好像做的是痛苦的事，但却得到了一些快乐。所以众生呢完全是这样一个愚痴烦恼的情况，但佛并不是，佛他可以说就是一个大彻大悟，一个片知的，或者说大的了知者。这个三个呢一起下的跟你说不了他都是就三要记起来我就想到这三个不让得印上不是啊那三个给予印上别人说你要的这样可以 Apple company 你的那不要去学习当我就那不要去 Apple company 去学我就那不要去拍的 Windows 你那里 XP 面罗这个 Windows XP 这个他那不要去这样那个要去面罗这样把这个印上来搜索了这个用不了吧他这样没有钱的是吧那这个各一系的一笔就在这个跟中期协议的你们这里啊三个都重复哪里啊你们打把孙永平给我吧孙永平就是你们这里啊孙永平就是金大金山这个跟这里啊配置的孙永龙南就是金大的那我让控制操作机有着控制操作机现在他那如果你弄了呗，可都这弄了不是去，弄了可都是去改的，简单说等于的改装的做。他刚才你们打吧，等于俺说沟通的嘛，俺说是不是他说的？老么就改的，简单说那边多嘛些设备，两个嘛些设备，你现在那边纯粹改说的。那个啥说了，那个
所以讲到佛陀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会说佛陀的为什么他会有智慧，他跟一般人是这样不同呢？或许有的人就会想说啊，你看因为佛陀呢他是一个王子嘛，他家里很有钱，所以呢他可能用了很多钱呢，他买了这个苹果公司，然后呢帮他设计了一个苹果电脑般的这样一个头脑，然后呢所以他有这样的智慧，他特别的聪明厉害。而在一般人呢大部分还在用的是这个 PC 或者是我们说 XP XP 的这样的，所以速度比较慢了。那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佛陀他具有智慧呢，那我这里要说一个故事，是在佛陀当年的时候，那有一次呢他在路上他去托钵，他走到了一户人家，刚好呢这个主人他是一个那种情绪很暴躁的一个人，刚好他又在气头上，所以他一看到这个佛陀他是这样一个比丘来托钵的时候，他就骂了，他就说哎，你看你们这些人怎么一直来要饭要这个托钵，然后你们都不工作，然后一直来让我们烦我们，这会让我们很干扰我们，让我们很辛苦的，总之他就一直骂一直骂。但是呢佛陀就是静静的站在那，他没有任何回答，他就是静静的听着。这个人呢他后来骂久了之后，看诶佛陀都没有做任何回答的时候，他也静下来，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接着这时候佛陀就问他，好你说完了吗？这个人就说是我说完了。接着佛陀就说，好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今天你要给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礼物，你要送给某个人，但是那个对方呢他不想要你这个礼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那他就说，那我就会把那个礼物拿回来咯，既然他不要。所以同样佛陀说，同样的你现在对我的这种谩骂跟情绪，你想要给我，但是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呢你自己留着吧，你就拿回去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佛，具备智慧的佛，跟一个一般心事的凡夫的差别。虽然我们谈到说智慧的时候，哇，有好多种各种深奥的解释，但其实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一般人的反应，其实他没有了解实际的情况，就像他不知道这个佛陀这样一个比丘，他本来就是要靠乞讨这样托钵来生活的，那这是他的可以说一个工作，他必须做的事情，但他对这些不了解，他马上的反应就是一种生气，那其实他给他自己就造作了各种的苦，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嗔恨情绪就是痛苦，所以很多人都马上会有这样情绪的反应。但你看到佛陀并不是这样，他了解什么是苦，他也知道会生起苦的因就是这种情绪，所以他会坦然地面对各种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说谈到智慧也好，心事也好，是可以有很多种的解释，但或许可以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当他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各种的问题的时候，他能够很好地去处理它，有智慧地去面对跟处理它，这个呢就叫做具备智慧者。他介绍三个给别你就吃上哈佛院长俺居住嘛的是俺的居住没长俺的看书他过来去东岸有啊给他过来看书被东岸去把这下面呢俺的过来啊过来看书东岸操用药嘛的天天就算呢他东岸给他过去他天天就算地军生天呢俺的俺的这个节日的都是来呢这个面着本来三个人那边请要的本来三个人刚才说的超多请给三个人过来超多请给要的俺打那些三个人就得刚说的这俺打现在打下不来就得那边请给超多请给俺的下不来马上就给这个多有钱的嘛干嘛多交续钱但刚才的多交钱的打流行队他看到多虚呢，是咱们这个的多虚呢，哎呢，下了马术，得了什么穷人？哎呢，我可能你要去东岸用药嘛的。现在提军在点呢，哎，咱三个东岸买不银仓，或者东岸穷呢，东岸买不到，可能给他，他说东岸买不就可能吃多也不银仓，你看多民多啊，是吧？三个东岸就不能给多药嘛的。但输了，人家要的，输了东岸才得要的是呢，俺那是生煎汤煎。那是军队，身边这个的了呀，东岸的偷渡跑的要的，那这偷渡跑的也不就是，那得了，这官大接不起眼睛，很多个是，那官大接不起眼睛，就叔叔钱吧，那他说的，叔叔得了呀，这官接了钱多多大，很多，啊那县官接速度，那就三毛钱当了。所以我们说佛陀呢，他是彻悟者，他是完全了知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他在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他并没有转身逃走，而他就是面对这个事情。但是虽然说那个人想要把痛苦给他，但是呢佛陀他却没有经验到，或者说没有感受到各种的苦哦。所以同样在佛陀的故事当中，你看到过去很多人想要伤害佛陀，比如说嫉妒佛陀的人，或者说对佛陀丢这个石头，甚至呢他的脚也曾经被这样子砸伤过，但是呢佛陀他并没有苦的感受，最主要就是因为佛陀他是一个彻悟者，他是一个完全了知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在第一个问题，我们说谁在痛苦，谁在经历这些伤害呢？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哦，不是佛陀，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那我们知道说，那谁在受这些苦，是指我们所有的凡夫的这些众生。那接着我们要进一步确定这个对象之后，我们进一步问说，那么对于他们有人能够帮助得了他们吗？还是他们能够自救呢？还是有什么其他人能够救助他们？但我跟他接不清，多民都就上当人就上，那的求啊这边我尿不休息，家里有啊的，那就先些吧的，我有你就脱了，哎你没看现金呢？让对不起天都你天啊那边让他说的让对不起天都什么的让了一年到冬季有啊这都是先切水先切都塞呢那是先到他说熟水开边切都先给那刚才就弄了就厕所的这吧第一点上了就陪去当地啊听这一名呢啊怎么领导了啊啊，这场景没弄好，只要嘞，
然后第二年开始没开始。